下一集《守墓者梦墙》。阿祥，原来你喺度啊！我揾咗你好耐啦。静儿姑娘，我好惊啊！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邪恶怪人噶。阿祥，只要你继续努力嘅话，我哋都可以一齐拯救世界噶。下一集《守墓者梦墙》，困扰的回忆，记得要收睇啊！